家就喺今日嘅簽名會咧嘅參加嘅方法好簡單嘅啫，只係你需要拎住佢哋嘅作品啦，咁可能就可以排隊簽名。咁另外就係拎住中華書局嘅所有任何嘅呢個發票都可以排隊簽名嘅。咁樣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除咗話好早嚟咗嘅朋友啦，或者而家到場想認識呢兩位漫畫家嘅朋友，都可以排隊嚟簽名嘅。咁我哋有請兩位漫畫家老師，咁我哋準備幫大家簽名。这样我们来签吗？这位是金水荣一老师，另外这位是夏小姐老师。我们两位都是 Ultraman 这一套漫画作品的漫画家来的。我们请两位老师讲一点点话。青蛙先生，这个过程我们带一下。こんにちは。大家好。我是清水啊。香港また来れて嬉しいです。我又嚟到香港，好开心啊！啊，石野です。我是夏侯。香港でまたいっぱい買い物しました。我喺香港又买咗好多嘢啊！我哋请第一位朋友排队，排咗好耐队嘅朋友，我哋继续。啊，不如坐翻位。调翻转先，你哋坐错位啊！调翻转。呢度有黑色，有金色。建議我，我建議我出色啲喎。你清楚。大家就可以準備定你哋要簽名嘅物品啦。咁如果如果冇任何 Ultraman 嘅東西，但係如果係佢哋兩位老師嘅作品嘅，都可以拎出嚟問佢哋 O 唔 OK， 佢哋好好人。